安全即将又迎接了跳频道，我是李 baby， 好久不见，大家还好吗？然后喜欢我的话可以点一下我的直播通知，我们左上方节目预告我行我去嗨翻天可以点一下预约，我的直播通知在这个地方，看到这地方手机物的宝贝的话是在这个地方有个桃仙加号吧，点一下关注啊，谢谢大家啊，谢你们的鲜花，有点那个炸，有点炸。
点一点我的关注吧，喜欢我的艾特点一下关注。一组，但是我穿短裤不能跳。下穿短裤，下个麦序的话，可以选个长裤穿吧。啊，好渴，又渴又喘。嗨，大家来到993春晚即将又演，又演着我的频道，大家点点关注，然后麦上主播的话也点一点，点点我们二麦的点心。一组是吗？一组的话，那我们下个麦序就跳吧，换条裤子，镜头近一点。袋子，好，行。今天怎么这么成熟？有吗？对，我是福建的。哦，我不想蹲着说话，脚酸。好几天不见了，对啊，我又回来了。好，我们接着跳个舞蹈吧。一组的话，我们下个麦序吧，换个裤子的时候再给大家跳。点关注，不迷路，带你上高速。
不不！啊、哦，聊聊天吧。好喘啊，我喘。Hello， 大家。Hello， 那喘气，对啊，他如果不性感的话，那个喘气的话更性感。谢谢啊，谢大家的礼物，谢谢。其实我每次觉得那就是三跳的时候的话，都好累啊。歌名，这首歌歌名吗？别忘关注高诗敏。哦，这首歌叫《西优奶》的，西优奶。今天我们家人，就我们家人的话就说这首歌叫《西优奶》的 ，X I Y O N A T， 西优奶的。冒蓝火的哒哒哒，那个我不会跳。跳舞的那首吗？跳那首叫我一个人，韩国的我一个人。刚刚那首歌，哦对，这首歌的话，中文的话是六神无主，好像是。好了，我们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啊，大汗淋漓。点一点我的关注哦，谢谢。这一首歌，